箭八，岁女子舞箭十六长。八岁女子舞箭十六长，选手请依步道栏公布场地至场地报道，准备比赛。八岁女子顿箭十六强，选手请依公布栏公告比赛场地至场地报告，准备比赛。上海立峰庄心义，吕天晴李欣南，奥林击剑杨怡珍，上海立峰王若曦，请至第一场地比赛，裁判蔡真敏先生。香港吴欣义、吴欣熙，奥智剑击黄子莹，奥林击剑黄慧仪，香港剑击全方位陈雪晴，请至第二场地比赛，裁判尤丽君小姐。八岁女子顿箭，中国儿童中心张月玲、吕天晴、郭凯明，东大附小林宇轩，竹北国小江杰宇，请至十一场地比赛，裁判赖世明先生。奥智剑击吕倩庆、吕天晴、黄永林，奥智剑击刘芷乔，上海立峰王奇文，请至十二场地比赛，裁判曾义兰小姐。公开女子锐剑，公开女子锐剑，前八场选手请依公布栏公布场地至比赛场地报告，准备比赛。公开女子锐剑选手请依公布栏公布场地至比赛场地报告，准备比赛。裁判曾秀慧小姐、林英忠先生。十七岁男子锐剑，十七岁男子锐剑，左营高中谢毅 ，FSA 陈以谦，新竹建委张伟群，左营高中陈伟杰，请至十三场地比赛，裁判李冠佑先生。一名高中洪冠权、林静良、徐维轩，长益高中林月明、吕天晴、陈正兰，请至十五场地报告比赛。裁判邱少军先生。十七岁男子锐剑，奥智剑击苏文谦，长益高中吴俊明 ，LCY 张君哲，斗鱼击剑叶品佑，请至第十六场地报告比赛。裁判任嘉轩小姐。十七岁男子锐剑，中正国中郑浩文，左营高中王新浩，超越击剑周敏璇，中正国中阮元红，请至十七场地比赛，裁判邱全之先生。八岁女子军刀冠亚军决赛，苏州张颖钱若愚，苏州张颖朱婷怡，请至第十八场地比赛，裁判梁伟强先生。
睇清楚呢啲，我真係睇曬度㗎啦！好多人比賽先啊，走嚟走去啊！LCY 徐维轩与天晴陈振兰，请至第十五场地报告比赛。斗鱼击剑红手左棋子，斗鱼击剑范于倩，暗斗击剑陈轩庭，暗斗击剑张玉文，请至十九场地比赛。八岁女子顿剑与天晴郭凯琳，请至第十一场地报告比赛。